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欲汝世间之事，人用事故作不得道，当熟思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好，先看这一段，这就进入第31章弥勒临解。前面第30章是释迦牟尼佛对弥勒以及与会的大众的重重的教诲，特别是阐明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众生的烦恼、恶业、轮回、知见上的颠倒等等。那这一大段的开显之后，弥勒菩萨就领会理解，跟佛就有一段相互的问答、讨论、抉择法义。那这个佛的开显虽然是在世间的众生的这个层面来诠释，但里面是包含甚深的法义，尤其是大乘原教的法义。这些法义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这里就以弥勒菩萨一生补处菩萨作为当机来相互的问答。弥勒菩萨无量劫以来跟释迦牟尼佛是有甚深的因缘。那释迦牟尼佛现在是贤劫的第四尊佛，弥勒菩萨被授记为贤劫的第五尊佛，又称为后补佛。但无量劫以来，释迦牟尼跟弥勒曾经是做过师兄弟的，甚至是弥勒菩萨发菩提心比释迦牟尼佛还要早的啊。这个从大智度论里面介绍，在无量劫以前有一尊佛是伏沙佛，他的座下就有两位大弟子，大弟子就是一是释迦牟尼，二是弥勒。伏沙佛就观察释迦菩萨他个人的修行程度不是很纯熟，
但他的弟子们功夫都很高深，心阶成熟。弥勒菩萨个人的修为很好，但是他的弟子们心未成熟，所以夫沙佛认为加持一个人是好加持，要转众人的心困难比较大，所以释迦佛就选择加持释迦菩萨快速成佛。这就是在雪山宝库入火光三昧，那一期是释迦佛是一个仙人上山采药，见到光明，再去观察，原来是弗沙佛在那里入定。所以释迦菩萨七日七夜翘一脚啊，插手向佛，一心观佛，说的一个赞佛偈，这我们常常是用的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界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偈颂是释迦菩萨赞叹弗沙佛的一偈，就这样得弗沙佛的加持故，这位释迦菩萨就顿然超越九大劫，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比弥勒菩萨提前成佛。那所以这两尊菩萨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无量劫以来的因缘甚深，相知甚深，所以他们之间的讨论以及相互的本身和本世的因缘都很了解，所以在这个层面的讨论就是高水准的抉择讨论。好，那这一章分为五个层次展开，第一是标举释迦佛的慈悲教次，第二是弥勒菩萨智慧的理解，第三是释迦牟尼佛总的应可弥勒菩萨的理解，第四是释迦如来重重教诲，第五是弥勒菩萨临解信行。好，那刚才念的就是第一大段标举释迦佛的教诲，这一大段又分为两个层次展开，第一是总的教育，第二是具体的开显。这一段就是总的教诲。佛就指释迦牟尼佛告知与会的弥勒菩萨以及诸天人等，就整个的灵山法会上所有的参与者，我这是佛的自身，我今日在这个法会上跟你们开显的慈悲的法语，前面所谈的世间之事，人用世故做不得到，就前面谈到世间的众生
由于贪欲、嗔恚、愚痴、三毒烦恼的缠缚，由这个三毒烦恼造作诸多的恶业，在三界六道无休止的轮回，而且越来越迷惑颠倒。所以世间的这桩事情，人今生得到人生，但是由于三毒烦恼这样的因缘，就不做不得到。佛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传达大道的，要让众生悟道、修道、正道的。但五浊恶世的众生刚强难化，对五欲六尘有甚深的贪恋染着，迷失得很深，就不能得到。这个道，佛来这个世间最要说的是一乘的大道。由于众生根基不一，由一乘法开出三乘的全法，那三乘全法也是初离之道，连三乘的初离解脱之道也不能去信受的话，还要开出人天的之道，善法，世间的善法。但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呢，就是五乘之道啊，都没有份了，这真是可怜悯者。所以释迦佛在这里就苦口婆心的教诲啊，汝等呢，应当熟思记呀，就是要了解得人生极不容易呀，宝贵的人生要做一件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修道啊，修出离道啊，圆成自己本具的佛性呢，而不能被无明烦恼所控制啊。所以对这桩生命当中的大事，要反复的深思熟虑呀。知道一切法的空性，但又缘起一切法，又具有因果的法则，所以要深信因果啊。深信因果，就得要远离一切的恶业、恶行、恶的果报，选择善法去修行，而且要精勤勇猛的行善法。那这个选择善来修行，善有世间的善，五常、五戒、十善业道啊，也有出世间的善。那这里重要的是谈
往生净土的善业，就前面讲三倍往生的条件善行，以及观经讲的净业三福，要勤而行之，这样就建立一个抑恶扬善的行为方式，要把自己的一生以修道来组织。为什么要把道业放在首位呢？是由于世间的爱欲轮滑都是无常的，欲界的众生他的最原初的动力就是爱欲心，他追求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为这个爱欲去服务的，为了满足这个爱欲，一辈子造作恶业，身心不安。所以要看到世间的这些爱欲荣华梦幻泡影，不可能长久的保持，你就是富有天下你也会死吧，你死亡的当下能带走你的荣华富贵吗？万贯的家财带不走一分呢，所有的权势完全的没有了，但你这一世为了荣华富贵所造的恶业却是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啊。所以只有看透这个世间呢，一切的家亲眷属，一切你奋斗的功名利禄，最终都要别离的。世间的一切法没有一项是快乐的，因为它的本质就是无常，无常就是苦，就是空，所以没有一法是有乐的快乐的特点的。所以这要有一种厌舍心出来。其次要精进修道，是遇佛在世当勤精进，这是阎浮提众生能遇到佛出心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这是稀有难招的因缘，所以要珍惜佛在世的教化的因缘啊。那佛有正法、相法、末法，那能够在佛出心世间的时候，在佛的座下闻法修行，那是善根最为深厚。但在佛灭度之后还有佛法流程，有相法有末法，我们能遇到佛的经教也类似于遇佛在世啊，遇佛在世得到这个稀有难招的经法，就应当精勤努力精益的修持佛法，完成生命当中的终极关怀，了生脱死，圆成佛道。好，请看下面，其有自愿生
安乐国者，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恢复精戒，在人后也。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好，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次的第二小段，就具体的开显。开显什么呢？在这个世间，精勤修道，道有很多吗？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呢，藏通别圆呢，通途法门、特别法门，应众生的不同的根基，种种施事。那在这部《无量寿经》里面，特别开显的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法门，也是一切圆顿佛法当中自己圆顿的法，了义当中无上了义的法，方便中第一方便的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循循善诱，最终都要令阎浮提一切修行人导归西方极乐世界，能够专精一门深入是最好，就即便是修行其他通途法门，最后都要导归。这就是善财童子参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导归净土的这种导归净土圆满佛果的甚深的启示。所以在这里，释迦牟尼佛告诉弥勒菩萨以及与会的诸天人等，其中就包含着未来的所有接触过这个经典的有缘众生。这些有缘众生净土善根深厚，其有志愿，就是内心发出真诚的愿，愿是以深信作为前提的，有深信才能发出恳切的愿，愿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由于娑婆世界种种的火灾、痛苦、污秽、无常啊，他才从内心发出真正的心目极乐世界的涅槃的法性的净土，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深安心乐的刹土。好，那只要发出真诚的大愿，就可以感通阿弥陀佛摄受众生往生净土的愿，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净土圣众拿着莲台前来接引这个信愿念佛的行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在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化身出来，那就是转凡成圣了，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了。那这位往生的菩萨，就是智慧明达。这个智是指厚德智，慧是指根本智。无论是
了解诸法空性不染一法的实相般若的智慧，还是原神妙用的厚德智都现前，就能够明了洞达法界一切的事理性相因果啊，这是智慧明达。功德殊胜啊，前面是属于智慧的范畴，这一句是属于福德的范畴啊。功德首先它的相好庄严，金刚那罗延的身体永不生病，寿命无量啊，有种种的神通啊，一切的知身用具意念现前啊，这功德极为殊胜，这是以阿弥陀佛的无量劫所修行的福德聚，全是佛的福德为自己的福德啊，就不需要自己由因向果修行，当下接纳骤能富贵，这是净土法门的圣妙，也是难信。由于阿弥陀佛是我等念佛人的大慈悲父，我等念佛人是阿弥陀佛的独生子，父亲无量劫积功累德的所有的财富珍宝福德都是为儿子去积累的，建立了父子的关系，当下就能够有继承的合法性，所以这个儿子就能把父亲所积累的一切财富接纳过来，而这个慈父是很希望儿子接纳这个财富，这就是《法华经》穷子欲格我们的同样的启示啊。所以一去这个智慧功德都是全是佛的智慧功德为往生者自己的智慧福德相关庄严啊。那这个智慧功德有多深广，前面已经介绍了极乐世界的菩萨的种种的智慧和功德相状，以及用23个比喻来说明极乐世界菩萨的智慧功德。那了解前面的这些极乐世界的阿毗跋致菩萨乃至一生补助菩萨深广的智慧无量的功德，我们当下就会了知，只要我们往生净土也同样得到啊。所以这就由生心目之心，在这个世间我们穷愁潦倒，即便修人天法乃至修声闻缘觉，你动见无量劫还修不到什么功德，就像乞丐打工可能温饱都不能保持，更何况骤能富贵。所以一定要往生净土才能圆成明达的智慧殊胜的功德啊。由此释迦牟尼佛循循善诱，
有这么甚妙的利益在等着你们，就不要再像原来一样随心所欲，恢复境界了。随心，这个心就是妄心，就是欲望的心、染污的心、分别的心。你随这个心，以及追逐那种五欲六尘，就是身心憔悴、痛苦、轮回。所以不要再去随妄心去追逐欲望，而要回转心来勤修敬业。那一切大小乘经典当中所全显的戒行要去修，就像净业三福，你先修人天福，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进而修出离道，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进而发大乘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些都要努力的去修行。如果这些不修行，你就亏负，就是亏缺了自己的修行，辜负了自己现前一念的灵昧之灵灵不昧的心，以及辜负了释迦牟尼佛慈悲的反复的教诲。所以在这里，不要负，就是不要再因循着原来的欲望的心造业，也不要像原来一样对经典的戒行去亏缺辜负自己，意思就是要随顺自己的真诚心，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就不在人后也。无量劫以来，释迦牟尼佛以种种身份，在我们这个世间以及在他方世界，都在宣说净土法门。有多少的有缘的先贤已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成为一生补处，乃至在他方世界去作佛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见贤思齐，结灯联邦，快速成佛，不要在人后落后于人的后面了。好，下一句就是这个许可大家提问，因为净土法门是一些世间极难性之法，绝大多数众生都是无有精神层面的大的志向，都是在物质层面、欲望层面浑浑沌沌的过完自己的短暂的一生。一旦有点因缘听到大乘圆顿的佛法，尤其是念佛往生净土的一法，他会惊诧，他会有种种疑问。除非是善根深厚的人，当下一听顿然相信，没有任何疑问，剩下的就是老实念佛，这种人少数，
多数人是有疑问的。啊，所以佛在这法会上就说，如果你们还有怀疑之心，还有种种的疑问，对这个净土的经法还不能信解，那么你们可以具体的一一的来向佛质问询问啊，那佛会慈悲的为你们解说，目的是破疑生信。这是佛讲净土法门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让众生产生信心。如果对净土的信心你没有确定，一切免谈。好，请看下面经文。弥勒菩萨常跪薄言，佛威神尊重，述说快善，听佛经语，贯心思之，世人识耳，如佛属言。今佛慈名显示大道，耳目开明，常得度脱。闻佛属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鸾动之内，皆蒙慈恩谢脱忧苦。好，先看这一段。下半段，弥勒菩萨是当机者，一直跟佛之间的对答，阐发净土甚深奥义；二则要把净土妙法在未来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要广为传扬。所以在这里，弥勒菩萨常跪薄言，对佛的那种无限的崇敬，禀白，就是对佛的教诲的体会灵解。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能说这部经法的慈悲的佛土，具有威神，就威德啊，神态呀，仪表啊，是尊重啊，威神尊重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内心当中的恳切慈悲的嘱托教斥，而这个话语都是令众生得道，离一切苦，得涅槃乐的大事的因缘，所以值得一切的与会大众乃至未来的有缘众生心生尊重。而佛在这个会上所宣说的一切的法语，都是明快
透彻，快善，快表明这个话语非常的透彻。善就是这些法语都是引导众生走向至善的境界。听闻到佛的经语，经有贯彻常法的含义，有放之法界而皆准的法义。这个经属全显的慈悲的话语，听闻之后贯心思之，就是全用全部的心去思维其中的法义，就能领会到佛所开显的世间人前面，就前面所说的啊，都是尊卑贫贱，都在追求那个钱财，有钱的怕失去，没钱的要追求，然后贪嗔痴三毒烦恼，愚痴不信因果，嗔恚心造作恶业啊，轮回不休等等，这些啊，这些三毒烦恼导致的众生跟这个道越来越远，死复逃逸啊，临贫浪子啊，啊，所以世间人真实的就是这个样子，跟佛所说的无有差别。所以我等众生可能一辈子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烦恼、自己的生命目标，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啊，但认识自己是一个重大的科目啊！我等众生被无明烦恼一辈子都向外去奔驰啊，都是追求外面的一切啊，没有一念回光返照去认识自我，甚至他怕认识自我。你跟他去讨论一下生命当中本质的问题，比如死亡问题，他都不去讨论了，他去逃避啊，现在是在逃避自我。当他认识不清自我的时候，他的内心完全是黑漆桶一个，整个这是一个盲点的时候，他的内心会出问题了。现在抑郁症、焦虑症为什么这么多，就是他从来没有在内心深处显现过一点亮光啊。所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说，认识自我比认识外界更为重要。当你自我不能认知的时候，认知外界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佛经是帮助我们认识自我的，而且前面所开显的都是佛眼所见的。我等凡夫想认识自我还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完全都在阿那耶识的妄心的状态当中，对这个真心的状态是不了解的，是有不有真心都是很盲目的，都是认假为真的，都是认则为止的，是显现不了一点智慧的。那认识自己，从心理层面，你在要了解八识吧，心意识三个层面，第八阿赖耶识，第七摩那识，第六意识，前面五识，这八识是怎么来的，以后怎么转，唯有佛才能开显呢。我等众生这就在八识的无明妄心里面，妄心里面夹杂着太多的贪嗔痴三毒烦恼，一概你没有认知，于是你被这个无明的力量完全控制住了，这就随心所欲啊，随这个妄心去注视。所以涅盘经也说常为心思不失于心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诲，就是我们有妙明真心，不能把这个妄心混淆认为是真心，所以要做这个妄心的老师，你得控制这个妄心，不失一心，不把这个妄心作为老师。你想想，我等众生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可不是一辈子都是妄心在我们身心当中当家作主啊。我们一辈子被这个妄心所奴役啊，奔波呀，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裳啊，所以弥勒菩萨理解真的是世间人啊，这个三毒烦恼无明暗明不能得到，不能认识自己，以及生生世世父父子子都是迷惑颠倒，不信道德，不信因果，不知道还有一个涅槃的法性真心。卢佛所言，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无始劫轮回的大的悲哀。今日庆幸了，在今日的法会上，佛以大慈悲心哀悯我等众生，彰显开示大道，大乘的妙道。所以净土法门不是三乘的拳法，三乘拳法是从一乘一乘道里面开显的三乘的拳法，所谓的声闻乘、羊车、圆觉乘、鹿车、全教菩萨、牛车。那摩诃严的大道就是大白牛车，众宝庄严，奇迹如风的，那是要圆成大乘的佛果的。所以这个大道就是一切众生现前一念的心性，由这个心性显发摩诃严，
由这个心抵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这个佛性被我们的无明烦恼分别遮盖住了。所以佛讲经说法对治八万世间法门，对治八万世间烦恼，把烦恼对治下去的，我们本有的磨合厌的妙道就朗然现前。但是如果没有佛来开显，所谓开示悟入佛智之见的话，一切众生是不知道的。所以《法华经》说，佛以一大事因缘出心于世啊，于令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呢。佛的之见就是无量的之见，就是大乘的之见，就是这个大道。所以佛乃至心要开，开就是开显，把我们如来藏性打开，示就是指示，指示我们本有的如来藏性啊，这个种种的珍宝有什么智慧，有什么功德，怎么这是示啊。悟开示是来自于佛的慈悲的这一面，悟就是让一切众生听到了大乘妙法，他觉悟了，觉悟自己本有佛性。就像《法华经》讲的，依理明珠，无量劫以来你在亲友家里喝酒喝醉了，那个亲友有官事要远行，在你的衣服底下系了一颗摩尼宝珠啊，等你酒醒了你不知道，然后就到处流浪，到处打工，衣衫褴褛，身心憔悴。忽然有一次遇到那个亲友，亲友就说，你怎么活到这个份上呢？你可有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啊。啊，这一指示一看，摩尼宝珠就在衣底下，这样就一下子富贵了。所以他需要善知识来开示，然后你才觉悟自己本有佛性啊，依理明珠还在，然后你才能去悟，就是你知道自己本有佛性，开始按照佛法去修行持戒呀，啊，念佛呀，对治烦恼啊，戒定慧呀，哎，那就是啊，转八识为四智啊，你就证悟那个大道，这叫开示悟度。佛的一代实相来这个世间，不断来这个世间，就是为这桩事情，不为其他的事情。那在这个法会上，仍然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佛的之见，就是前面讲的无量光、无量寿，也是一些众生本具的。你怎么呈现出来，就得要持戒念佛。听到这些慈悲的法语，目开明呢。你想想，净土的大乘妙道，连弥勒菩萨，可是一生补处菩萨、等觉菩萨的份上，他都不能了解呀，还要靠佛来开显呢，他才说耳目开明呢。耳目开明，耳是耳根，娑婆世界的耳根最利，在这个法会上用耳根来闻这个经语，闻到之后反闻闻自性呢，这个耳根开显了，
明白了，这就通过耳根进入圆通常的自信了。所以耳开明就类似于耳根圆通的成就了。目开明，目就是眼睛呢。眼睛前面讲五眼呢，入眼呢，天眼呢，慧眼呢，法眼呢，还有佛眼呢。那净土法门的全体的境界，包括事项上说的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这都是佛在菩提树下悟道限量清净的境界。所以能够把佛和盘宣出的这个法界的真相，你全身心的相信，你也是把佛眼作为极眼所用，目开明，目开明，这样你对于净土的信心，那就是确然不拔。不仅在事项上相信，在理上也完全的通达了。这样就常得度脱，就在当下，常就是永久的，能够度约生死轮回苦海呀。永不退转了。所以听闻到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净土妙法，莫不欢喜。与会的大众没有一个不心生大欢喜的。为什么会欢喜呢？信心成就了。前面所说的娑婆世界的一切的苦难的境地，我们无量劫以来都经受过了，一说七七一心了。然后对于极乐世界的无尽的一正庄严也一一详细宣说，由此成就厌离娑婆心，心求极乐世界的心。又在这里听到，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一生补处，快速证到一生补处，很快成就佛果。所以往生极乐净土是快速成佛的一条捷径。所以每个与会的大众自知往生成佛，心生大欢喜，就大喜便永生的这种情形，莫不欢喜。那与会的逐天，逐天就是三界二十八重天，他们都云集过来参与这个圣殊胜的法会。人民就是我们这个地居的众生，甚至包含说鸾洞之内，鸾洞就是地下的爬虫昆虫。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他要救度九法界众生的，当然也包括畜生、恶鬼、地狱的众生。所以这个三恶道的众生，以昆虫作为一个代表，都能够仰蒙阿弥陀佛慈悲大悲愿力的恩德，解脱忧苦。解脱就是
忧，就是我等众生在三界六道啊流浪啊，忧悲啊，遭受生死轮回的巨大的苦难呢、啊。那在这个法会上能够耳目开明，深信净土，都能够解脱三界六道轮回之忧，解脱轮回之大苦，解脱忧苦。好，请看下面。佛于教戒甚深甚善，智慧明鉴八方上下去来今世，莫不究畅。今我众等属以蒙德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好，这个是进入第二结构段，弥勒菩萨临解。临解第一是总领佛语啊，就是佛所说的这个众生的状况是真实不虚。那别领佛话，就是佛的慈悲的教化啊。这一段就赞叹释迦佛的教戒啊，佛的经法教育是佛与教戒啊，教是教授，教授主要是引导众生修善的，修善就是行善啊，就从正面来引导。那戒是戒，就是有劝戒警戒的意思，这是要用苦切之语来令众生断恶的。所以佛的法语无非都是令众生在断恶修善的两个目标来展开。那这些法语甚深甚善，就是佛的言语是从大慈悲心里面出来的，是从证悟法界实相显现出来的，所以他能够与实相真理相应，这叫如如理如如智啊，如如智切如如理，彰显实相的真理，就叫甚深啊。所以佛的语言都是真理，
不妄语者，不异语者啊。而且这个法语甚善，就是令一切众生离一切恶，修一切善，消孽障，断烦恼，开智慧，转凡成圣，一超逐鹿，得解脱的大第一。所以这个法语甚善。而且佛的这些法语都是甚深智慧的表达。佛是切证法界的真理，也就是获得一切种智啊，中道了义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是明见八方上下去来今世。明就是明了、洞达；见就是限量清见。八方是指东南西北四方，再加上四维啊，东南方、西南方这样四维，这叫八方。上是指上方，下是指下方。一般就叫十方，就用八方上下啊。去来今世，去是指过去，过去世；来是指未来，未来世；今是指现在世，这叫三际。佛在当下就能明了限量清净十方三世一切的事情。这个是很令人惊讶的。佛的智慧有多么深深广，只能说不仅凡夫不能测量，身为圆觉菩萨都不能测量啊。在《汉无量一无量寿经》里面，前面谈到佛介绍极乐世界啊，地平如掌，没有须弥山，没有大海啊，高山峻岭都没有。当时阿难尊者听到这个法语，就升起一念疑问，说这个佛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那他这个四天王天、道地天依什么安立呢？当这一念的疑问出来，佛当下就说：“你不要怀疑，我智慧属知。”就当下就说：“我现在告诉你，限量清净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在过去劫中，如我师家闻名字的有多少数量啊？如恒水边流沙，就是恒河水边的流沙一样的数量，就跟我的名字一样的啊啊。那当下未来无量劫以后，有多少跟我名字一样的？”啊，这是未来，当下就现在十方无量无边刹土跟我的名字一样的有多少？那你说，就
就在那一刹那即，佛的智慧就能够进入三世，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现在无边的刹土，一一都能说出来。所以佛的智慧是无有边际，探古至今，对古代无量无边的知道，对现在知道，对未来也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智慧啊！你说有宿命通，知道过去劫还能理解，当下知道未来的事情，未来在我们感觉都没有发生呢。但在佛所证悟的境界当中，未来可以落到现在，也可以落到过去啊，过去可以落在现在，也可以落到未来啊，三际是一如的，三际就在九世，就在现前一念之间呢。所以你看这个佛当下给人受记啊，比如《法华经》给须菩提，舍利弗、须菩提、摩诃迦叶受未来成佛之际，你未来多少多少劫啊，你的佛名叫什么，那个劫啊叫什么劫，国叫什么刹土，正法住世多少年，末法住世多少年，你会讲什么的法，国土是什么样的庄严，那都是说未来世的事情呢。好，然后再说啊，回归到于慧大作，你跟大乘佛法结缘，就在大通智胜如来那个时候，那是动经也是成点劫的过去的事情呢。那这个在释迦牟尼讲法当中，无量过去劫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当下发生的事情一样的清楚明白。未来受记的那么一个情形，也说得清清楚楚。包括佛对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对，先是说弥勒菩萨上升斗塞陀天，为斗塞天人讲经说法。斗塞陀天是什么情形？然后过了56亿7000万年之后，降诞在我们南阎浮提婆罗门家，哎，来作佛，那是56万6千万年以后的事情。释迦佛介绍的那么清楚啊，这个降诞的时候啊，人的平均寿命84000岁啊，弥勒的身高有1000尺啊，这个胸部的展开都有30丈啊，整个南阎浮提的海水退下3000由旬啊，土地非常的广阔啊，没有金质沙地啊，这些都是树木花卉啊，非常繁茂啊。那众生啊，500岁才去婚嫁啊，然后生存压力很低，种一次庄稼可以收成7次啊，这个黄金很多啊，就在地面都没有人去捡啊，家家户户不会关门啊，锁门啊，这个夜不拾遗呀，门不啊锁闭呀，这个整个的都是修十善业道
众生非常的和善，国泰民安啊，整个的这个世界一片祥和，尊重道德，尊重精神价值啊。当时有一位转轮圣王啊，叫囊阙啊，这位转轮圣王有千子，听到弥勒佛在华丁园啊龙华树下成佛，去供养之后，听佛说法，顿然发了出家之心啊。这位转轮圣王啊，带着999个儿子啊，叫做王子，跟他的夫人一起出家，留一个儿子来接班啊。你想想啊，他这介绍的很详细，包括这个大小便啊，你这大便呢啊，没有厕所啊，地自然裂开，你大便之后哎，自然它就合起来了啊，没有臭气啊。然后到临命终时，自己预知时至，自己到树林里面建那个冢坟墓啊，自己到坟墓里面，然后家亲眷属送他，他就在坟墓门前跟大家告别啊。那这个家亲眷属顶完礼回去，他就进入坟墓里面干什么呢？打坐念佛，就能够到佛的净土去。哇，那个世间众生这么自在。你说我们的生死很无奈呀，有哪个能够自在的自己建一个坟墓，我自己走过去啊，跟大家告别，都是抬着棺材去的啊，很无奈呀啊。哎，你看这个读这些经典，你说说未来发生的事情，佛是说得这么清楚啊，娓娓道来，历历在目。而且佛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依法的弟子都嘱托给弥勒菩萨了，弥勒菩萨龙华三会把这个释迦佛曾经受过三皈、受过五戒的、受过三皈依的，乃至于念过一句南无佛的人，全都度完了、度光了啊。所以这桩事情真的是大不可思议，八方上下去来监视，莫不救唱啊。过去未来劫啊，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现在当下发生的事情，没有一项不究竟通畅的。限量清净，好，当我们了解佛是这样的了不起的智慧啊，我们真的要生庆幸之心了。所以弥勒菩萨代表我们说，今日我等众生，今日参加这个法会的我等众生呢，所以能够得蒙佛的慈悲恩德啊的加批，度脱生死轮回啊，都是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啊。就释迦牟尼佛为了度我等众生呢，过去无量劫求证大乘的佛法，
谦苦啊，谦就是很谦卑呀、啊，苦就是苦恨呐、啊。那谦苦就在弥勒下山经里面，弥勒佛就会对那个释迦佛与法弟子都参与这个法会去开示，就告诉那是未来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佛真的是对释迦佛深刻的表示啊，说如是之师指释迦牟尼佛甚为难遇啊，是很难遇得到的。释迦牟尼佛是以身心怜悯五浊恶世的众生呢、啊，他才有悲愿呢、啊，来示现八相成道啊，不是一般的菩萨能够发这个大愿的，因为这个世间的众生太恶劣了，太刚强难化了，所以到这个恶的世间来救拔苦恼的众生，令那个孽障深重的我等众生安隐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汝等故，他的苦恨是什么？无量劫以来修大布施，不仅是自己的财富布施，深入这个耳鼻手足啊，头目脑髓呀、啊，隔绝身体去布施啊，受了很多的苦啊，啊，他那个赐的血来救病人的血，以及他敲骨头里面的那个骨髓救度众生的那个水，都多于四大海水啊，为了一己来献出生命呢、啊，为了救那个格子，全身心要攀到那个秤上去啊，苦啊！他修这个苦是苦心，为什么呢？就是要圆成佛道，救度众生呢、啊。这个谦卑呀、啊，谦到什么程度？《法华经》有一个提婆达多品。有一位大国王，他可以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要去求大乘佛法，就击鼓啊，说谁能跟我说大乘的佛法，我为他做奴婢。就有一个仙人过来，你如果能够为我做奴为奴求法，我就跟你说法。那这个国王就伪证太子，把国王位置交给他太子，就跟这个仙人为他汲水、捡柴、准备饮食啊、种种服务，乃至于这个仙人要坐的话，都让他坐在自己的肩膀上这个背上。就是一心谦卑的求法，这位仙人跟他讲《法华经》。这个国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了、啊，这个仙人就是提婆达多啊。所以他舍去了自己国王的位置，做这么一个奴仆的事情，为的是求法。再看常不清菩萨品，在无量成典劫以前，在威严王佛的那个相法的时候，有一位菩萨比丘，为了度那些真上慢的世众弟子，只要见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会去顶礼，说一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当作佛。”
你想想，一个菩萨比丘，你说为比丘去顶礼还能说过去，他以那种无我的谦卑心，为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去顶礼，而且不修其他的法门，就专门就是来顶礼说这句话。那些真上慢的示众就很讨厌他，说你凭什么来跟我们受记呀？就你跟我走远一点。但是这位昌不金菩萨还是顶礼，顶礼。于是这些人不仅骂，而且打他，用棍子打他，用石头抛掷他。然后这长不清菩萨品就在他棍子打不到的地方，石头这个抛不到的地方顶礼说这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东中当作佛。你说这是多么无我的谦卑啊！这是一对一切的打骂都心生欢喜的接受，这是何等的忍辱啊！于是这位昌不清菩萨在临终时就听到虚空当中威音王佛所说的20000000亿《法华经》的记诵，当下得到了六根清净，延长的寿命，得到了定力，得到了大辩才。所以这些原来打骂过他这些世众弟子，看到他这么有神通辩才，才向他忏悔。所以这个昌不清菩萨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些打骂这个菩萨的，就是与会的这些与大乘佛法不退转的这些弟子们呢。所以你想想，释迦牟尼佛为度我等众生，在前世无量劫求大乘佛法的过程当中，他修了多少苦恨，他是多么的谦卑，他是以他的大慈悲心来修行六度万恨，最终圆成了佛国，跟我们宣说法界的真理，要令一切的苦难的众生远离，脱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的大苦。所以这桩事情也唯有弥勒佛才了解得清楚，才能够跟我们和盘宣说，我们要感恩感戴佛恩。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